第一次拍戏的时候，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每一个角色多多少少都会融入肖战本人的一些性格在里面。翻开每一个剧本的时候，其实都想要去贴近这个角色，塑造得更加的立体丰富。微博年度优秀演员肖战获得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的是肖战。 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当花朵朵流淌成世界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。这里是江流八声远，天映于一城的巴渝大地，重庆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让我们全力以赴，坚定前行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。奔赴白山黑水，守护乡村健康。同一片天空下相拥，同追一个梦。无论我们走了多远，家永远会张开怀抱迎接我们。